我居然捡到了一条小奶狗，后续来了。没想到昨天捡到小奶狗的视频收到那么多人的关注。来看扑哧啦，好乖巧，已经在等我们了，在这里等我们了，和我们亲了好多。给铺子买的小窝，里面还有小毯子，喜欢吗？只知道盯着吃的，还买了小奶糕给他，感觉他活泼了好多，素质很差呀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哈哈，你怎么这么馋？给你个磨牙棒啃啃吧，自己到小窝上去玩好吗？这个球球好好玩，给大家看看我性感的小屁屁，玩累了吃点饭饭。哎呀真香，不能再吃了，不然要撑死了。吃饱了睡觉觉了，这个心窝好舒服。哥哥姐姐们改天再见。